请问一下，你觉得自己是 Winstar 里面最漂亮的前三名吗？是。让我们欢迎台钢 Winstar 啦啦队。我是 Winstar 队长依莹，我是 Winstar 的一粒，我是 Winstar 的天宇。我比较气质，对，我喜欢穿洋装或连身的，因为我比较懒得想搭配啊什么的。我应该是比较韩系一点，他会喜欢穿那种有点蕾丝或蝴蝶结那种比较韩，因为我觉得他感觉自己像是很文青的，就是很冰山的那一种。对对对。那天宇呢？比较休闲一点，慵懒风格的那种棉裤背心，棉裤背心。还要问一下怡莉，因为怡莉就是常常被拿来跟林湘比较，有什么心得吗？媒体是一定会比较的，但是粉丝都是各有所好，就是他喜欢我，跟喜欢林湘的点可能不一样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好，就是会看到他好的部分，我可以去学习的地方这样。但等一下，我们准备一个小游戏，要让你们好好的面对一下真实的演艺人生。怡莉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自己是 Winstar 里面最漂亮的前三名吗？是。天使，天使，我觉得是啊，因为 Winstar 最新。但他要自己觉得啊，因为有一些人会没有自信。自信吗？你觉得他是很有自信的？很好啊，自信美。我觉得他没有，他常常就自己一个人偷偷自卑，然后我们随便拍他一张，就很好看，他一直觉得不好看。在外面跟在家里是不一样的人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到底是不是。而且指甲还断掉。耶、yeah! ！想问一下你，你觉得现场三位里面谁是最龟毛的？我吧。你吗？你觉得你自己是最龟毛的？天使，他很注重他的睫毛，他刷睫毛最久可以刷到20分钟。睫毛不就那几支可以刷20分钟？不可能，今天没有人会变吧？好可怕哦！这么久？哇！通过了。想问一下天宇，三位里面。谁最脏？脏到不行的那种，三位里面哦 ，so dirty 的那种。好，我觉得是我自己啦。你本人吗？天使。你觉得是？因为他可以在我们球赛狂流汗之后，他不会先洗澡，他会睡到隔天早上再洗澡。Oh my god, so dirty 。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我的习惯。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，回到家就是卸妆睡觉，然后隔天早上才会洗澡，这是我的习惯。啊，头呢？每天头流汗也是很正常。不会，我会等汗干，我不会湿湿的就让枕头吸我的汗。枕头套跟床单多久换一次？没在乎，那才自己刚搬出来一阵。所以从搬进去到现在都对。